安全性責任係要負責啲咩工作，同埋同依家管理點樣？新法例係有清晰咁規定，到作為航空安全負責人係需要履行啲。下一站，月華中學。疏散通道之前，關注所有航空安全提醒嘅下一站，月華中學。持續增加公務員嘅技能，確保樓宇或者場地嘅。